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练习这东西啊，值得你研究一辈子。你会这样了，等你都过十年了，哎呦，这么还这么一样呢，是吧？就这东西，啊，是吧？说，你看他一来，你觉得今天上这儿？是，我想，哎呀，哪里这就是正经。这不就他就出去了吗？这不就出去了？这儿有了，断了。哎，断了呢。有一个洞眼，你来推了，他你让他推进来了，这推进来了，推进来，你必须要走这个，这断，这要点断。你这断，我体会一下，你往里进，这不出来了吗？出来就断了。再来。这出来了，断了。这不出来了吗？断了。这点断进它是一个非常好做的一个东西，可是又难做。是你看它要推到身上来了，推到身上，你这一点断进来，可是假如你推着我这么断，这么断我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断到自己身上了，就是你这里断了。现在点了吗？这不是在这里吗？哎，断了。那就不客气了。你看，今儿在这儿，刚断了。对吧？是。这例子很好。求通难。那劲永远不是憋的，你要出去。OK。站起来，别顶着这句，你不能说。是，哎，这时候还是要出这一句。你不能说，啊，好像变完这个了，又回来了。哎，就打了。是吧？你这老得通的手是吧？通的，通的手，是吧？对吧？这腕子才叫活。你都不那个，咱坐轮椅那时候。踩着走，对吧？或者他是咱家，我把这出来了，对吧？啊，把这手放出来了，来了就在这儿，你看就在这儿了，对吧？松长。其实你看，咱俩这劲，我这一样是这东西，我这错开位，他的那个。是。他绝对不能撒手的，你不能说推人家。哎，顶了，要点不要面。你接顶硬球是这道理，说你来一个手，我就可以侧接，对吧？一侧一个点他就走了，你扒了人就没有。行，您这一侧是吧？往这边侧，这个点绝不能让他跑了，这个东西。这跑了就是不让他跑了，沾临您嘴。这就可以接这个了，说这上来要接这个，对吧？要这个点。要这个点。要这个点。不是，你看，就这个点上，他绝对不能。不能过，不能丢，其实这个点是很明显，都粘了起来了。哎，对，我就要这个点了，怎么就没有啊？说你都推，往里推，我就要这个点了，它就有，都推到这个点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那么它哪都是点，浑身，是吧？你来随便你来，我要这个点，要上了吗？是，说你再来，我要这个点，这
你这来，我要这点儿，成不成？这也是点儿啊，就搁在这儿。你不能说是要一个面儿。您再让我听听，他怎么测？这不就测吗？这不也测吗？这是，这不都是测这个点儿？这要点不要面儿，就一刹那的事儿。这一踩它就是一个测，剩下点儿，错个点儿。这不就都测吗？就点的周围就叫测，就是针对于这个点儿来说的。对对，哎对，针对于这个点儿。哎，对了，是吧？对，所以点儿一点的周围去求。比如说，您这一推，我这一点，这就要测。没点住。这没出来这不是没点住，就是你先动。你看，你再推我，推推推推推，再推推，我出去了吗？我要的这个点儿，谁出去？你从那面里变点儿，面由由面变点儿是神奇吗？嗯。你那个是没成了点儿就要动，这点儿坏着意思。那说说对，这这对了。着急吗？我就钻你这个，你就是要点，是不是就在这儿了？你就可以走出来了。你要没要着点儿，你就走的不是点儿。就好像你来了，你来退了，你使劲退上，都退，快我快出去了，我正要那个点，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是是，就解放了，马上解放了，是吧？马上圆了。要点儿其实就是一个要点儿，没有什么复杂的，有人讲了半天理论。